还是有希望吧。那今年调整的状况其实还不错，然后加上美国投手教练的指导下，那我非常有信心。那加上还有我们最有信心的打击，那像我们强打吴金龙跟林玉泉，虽然找了高国辉，但是我们的打击还是不容小觑。所以说我今年非常有信心再度拿下胜投王。我们林成化的学生证上面有一个高雄学生独享优惠，我相信刚才大家都有宣布，但是也麻烦你再次再跟大家提醒一下。这一次今年球队为了回馈高雄地方的高中以下的学生，提供最优惠的票价。那只要今年在义大犀牛高雄陈清湖主场现场购票，出示学生证。内也只要100块，外也只要50，非常的便宜又划算。那这次是我们跟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一起回馈，为了回馈高雄在地的学生，那呼吁大家可以赶快来看球，谢谢。